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世界巡演2017年底在台北开唱，大获好评。一过完年，杨丞琳就开工来到香港开唱。杨丞琳魁违五年在红馆开唱，以女神之姿登场，而一唱完开唱，她立刻向歌迷道歉，对不起，让你们等了五年。上次有来红馆的朋友举手，我会尽量多讲广东话。杨丞琳魁违五年回到香港红馆，首次以四面台方式在香港演出，总策划丞琳也特别定制三套全新服装，舞台上则增加了两座延伸小舞台及四个升降舞台，可以跟歌迷零距离接触，最近的距离只有30公分。在您人说的音乐中，由中央透明光柱电梯升高出场，杨丞琳以全新的深 V 及大露背的银紫色定制服装惊艳出场，头饰则模拟鸟类翅膀上毛羽的变化，由中心向外层层不对称堆叠排列了数种素材，呼应青春住了谁歌词第一句的雏鸟站在悬崖将翅膀晒开。服装则延伸年轮的概念，在压褶布料上画出数个同心圆，透过扭转与拉伸的技巧，表现出压褶后布料特有的蓬松度与空间感。接着杨丞琳一连演唱仰望、点水、青春住了谁等多首歌曲。杨丞琳特别感谢歌迷耐心等待，而好友阿娇也坐在第一排，杨丞琳走下台亲自感谢。我有跟阿 sa 说，他说阿娇是 twins 的代表。一说完，阿娇立刻献吻杨丞琳，掀起演唱会第一波高潮。